说我拍陈市长的马屁，我就这样子很喂、啊，你要这样硬扣说我拍谁的马屁，这个我没办法接受，谢谢。哎，我要问其他的啊。哎、部长，哎，部长，我要问其他的啊。那个，哎，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是你决定的、啊，所以我不干了可以吗？哎，好，部长，先不要这样子，好，做到做到，就要赶快召开记者会辞职哈。喂，你好，部长好，部长，我们今天要讨论很多问题哈、哦。是，我想要先请教一下，就是报纸有在报说，我是先一个月的期限让他们来提案，然后我们有初审，保定看他的内容。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你来自高雄，所以呢，啊，所以我来自高雄。如果说我的女性劳动者。那么就跟女性劳动者无关，怎么会无关呢？就一个交通事件，二十五位沉船的主角，保定就是女性劳工啊，怎么会说跟女性劳工没有关系？她是女性劳工，可是她去上班怎么会？哎，主席请坐下。死亡呢？委员，我觉得你这样讲哦，不公平啊，不可能，因为这样子哦。保定，我跟你讲啊，你把一个交通事件硬扣上女性劳工的权益，然后想要到委员会来试图用你的回答让社会大众误解本席不重视女性劳动权益。没有、啊、没有这么说、啊、这个本席非常的不满意。我没有这样说啊，我就说这是一个交通事件嘛，在渡轮上，劳动事件，在渡轮是，这个怎么会是劳动事件？他就是赶着在上班，在值通勤的过程，通勤的过程发生任何意外都是职灾事件嘛，不是吗？所以通勤的事，通勤过程，今天桥都卖，今坐船坐飞机，又落下来，受伤死亡，这敢不是职灾事件？这跟劳动没有关系吗？可是他的主体并不是啊，啊，主体就是女性劳动者死在那边，二十五位。女性劳动者，它的主体是一个交通事件，可怜的劳动是一个交通事件嘛、啊？我们来做一些，因为这件事情来凸显女性劳动的价值。我做一个女性的劳动部长，安尼叫唔对。你因为我来自高雄，因为暑假的高雄，你说我拍陈市长的马屁，我觉得这样子很，啊、我觉得这样的连结会不会太那个了？很有道理啊，接受了。假如二，先冷静一下。假如二十五处理事件都可以扣上，如果喂，你要这样硬扣，说我拍谁的马屁，这个我没办法接受，谢谢。哎，我要问其他的啊。部长，我要问其他的啊。那个，哎，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是你决定的。杨委员，好了，那个你时间到了是你决定的。来，我们杨委员，要不要先休息一下？我为什么要休息？我问劳保事件嘛，好，劳保事件、這個、对啊，是不是要请部长？那個、请部长要请部长还是要请劳动？请部长，保险师，请部长，你要请部长。劳保可以谈吧？劳保好，所以我不干了，可以吧？哎，好，部长，先不要这样子，好，今天做到，部长，谢谢大家，先休息十分钟，好吧？哎。好，先休息一下。哎、欸，今天不能休息，今天要么就停会。啊？今天要么就停，就散会，要么就散会。哎、欸，不，先等一下啦，先休息一下。要么就散会。先处理一下。有什么好处理的？部长都走了，处理什么？哎、欸，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不要。哎、欸，杨，我不要。杨委员，我们先休息一下，处理一下。我不要。对不对？我们休息一下，处理一下。我不要。哎，呀，很委员。我不要。今天就散会。今天就散会。不是咨询什么，部长都走了，还咨询什么？我不要。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哈。
拜公去拜托部长来开会哦。我确认他的状态，休息十分钟，就要赶快召开记者会辞职哈。